我从小就有少女小梦，就是我很希望可以一起跟组团的人一起表演这样子，所以我想说好，我就接了。但接了之后，其实我后悔了。怎么会？因为我看到了导师名单，其实我觉得啊 ，Oh my God！ 你看到导师名单，我觉得我其实对他们这一组感到有点抱歉，是因为九泽 CP 给你压力了，是不是？不是，因为我觉得其他导师都很厉害，他们在舞台上其实很久了，他们是专业的歌手。可是因为其实我已经转战演员很多年了，所以舞台对我来讲其实是陌生的，对我来讲我觉得是个挑战。然后我真的很抱歉，是因为我没有办法跟他们分享太多可能唱歌表演的经验。对，谢谢他们帮我圆梦。所以我那时候看到佑彤，我就觉得他虽然唱跳没有其他人相较这么厉害，可是他给我一个很舒服的感觉，就是让人家很喜欢。然后我想说好，那我试着在比赛里面做出一个跟大家完全不一样的选择。你真的没有让我失望，你今天很棒。我觉得他让我觉得很骄傲，我没有选错。对，太棒了。很棒，我爱你。